欢迎来到宇宙天文馆。天文学上每增添一个新发现，就越觉得自己不重要，浩瀚的宇宙让自己越发渺小。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东西只是宇宙的一小部分，还有很多是我们看不见的，就像暗物质。17世纪开普勒发现行星离太阳越远，运行的速度越慢，牛顿对此计算了太阳的引力，反过来我们可以得到太阳的质量。对螺旋星系来说也是一样，如果能测量它的旋转方式，比如气体云在靠近星系边缘的轨道上的移动速度，就能计算出整个星系的质量。但星系太大，我们无法看到星云的移动，不过可以测量它的多普勒平移，它能给我们提供速度。原本我们以为气体云跟太阳系里的行星一样，离星系中心越远，移动的速度就越慢，结果却相反。天文学家鲁宾发现，大多数星系中离中心越远，云移动的速度就越快，这说明银河系中的引力在整个磁盘中是恒定的，并不会下降。但星系的图像却显示，越远离中心，恒星及其他巨大天体的数量越少，根本没有远离中心的足够质量来解释快速旋转的速度，或者是还有很多大质量物质没被我们看到。唯一的解释是，除了恒星、气体和尘埃之外，一定还有暗物质对引力起作用，而且它的数量还必须是星系中可见物质的5倍，甚至更多倍。多年来的观察结果证实了鲁宾的测量结果，比如椭圆星系中类似的现象。当然，很多天文学家对宇宙的95%由暗物质构成的想法表示怀疑，但越来越多的观测结果支持暗物质的存在。那么什么是暗物质？天文学家列出了所有可能是暗物质的东西，冷气体、尘埃、死星、流氓行星，甚至被预言存在于量子力学理论中的亚原子粒子。天文学家再用方法一一探测这些物质，例如冷气体会发射无线电波，最后名单上的物质被一一划去，只剩下从没见过的亚原子粒子。有一种这样的粒子叫轴子，它从来没有被探测到，但它的属性和我们对暗物质的观察相符。轴子具有质量，如果它拥有巨大的云层，它将有足够的引力来影响星系，它一般不会发出太多的光，所以即使是一团巨大的云层也会是黑暗的。它还有个奇怪的特性，它与正常物质的相互作用极差，就跟你是隐形的一样，它会直接穿过你。如果暗物质是由轴子构成，那么它的云层会包围星系团，而我们永远不会看见它们。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，我们也不知道暗物质是什么。对宇宙中不合常理的现象的最好解释就是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全部。本期内容就到这里结束，喜欢就关注我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